侠义就是惩恶扬善、见义勇为、善良的体现，就是0.0001秒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其实侠义代表的就是一个英雄层面上的意义啊，我觉得是一种自发自觉的这么一个行为。现当代人们有时候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纯粹。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人有困难，我不会去想我帮助他，他给不给我好处，我帮助他之后对我自己有没有损失，我冲过去帮他了，这就是一种侠义的精神。你不可能让他去解决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些问题，那么就是从身边的一些爱的体现，爱的基础去做起来。这人与人之间需要温度，需要温暖，需要爱。有侠义的人就一定是英雄。继续收睇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我是李一彤。